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二十八首《出发扬子寄元大校书》，韦应物著。出发扬子寄元大校书，韦应物。世世去相爱，欢欢任任务，归朝落阳城，战将功名事，金雕未出墙，何处还相依？西蜀破湘州，杨回安得居？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